多次旅游吧。各位記者朋友影完相嘅話咧，咁我而家就介紹今日嘅嘉賓。好榮幸可以邀請到興盛創業控股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周家峰先生，興盛項目管理有限公司高級市場經理葉寶羅先生，李嘉國地產董事張偉文先生，高級首席營業董事趙寶傑先生，營業董事鍾兆基先生，同埋李嘉國按揭代理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黃永欣小姐一齊出席活動。在公布 Hollywood Hill 價單和最新的銷售部署之前，我們先有請李嘉國地產董事鍾偉文先生為大家分析一下最新的市況，有請張先生。OK， 各位傳媒大家好，首先就很多謝興盛創業周先生和葉先生就邀請我們參加這個發布會，或者 在發展商公布，在興盛創業公布價單之前呢，我都略略借呢個時間裏邊咧，就講一講近期港島區400多呎嘅單位嗰個走勢係點樣嘅。咁啊，因為啱啱呢個 Hollywood Hills 咧，佢哋個單位全部都係400呎嘅。咁啊，睇翻咧嗱，其實過去半年裏邊咧，今年一至六月咧，我哋錄到咧400呎或者以下嘅單位裏邊嗰個成交量咧，就港島區係大約1730宗嘅。咁而涉及嘅成交金額咧，就97.22億嘅。咁呢個數字係點樣反映出嚟咧？就佢相對翻咧，如果喺上年嘅下半年，即係2020年嘅7月至12月，咁同類型嘅單位嘅成交量咧，就只係1420宗嘅啫。咁相對翻咧，那個升幅咧已經升咗21%噶啦。咁而咧成交金額咧就79.04億，咁金額方面咧就升咗23%嘅。咁要再推翻半年前啦，同期啦，即係上年2020年嘅1、2至6月，同今年嘅對比係點情況咧？上年嘅情況咧？個成交量咧就1231宗，咁啊嗰個成即係嗰個升幅咧，對比今年升幅咧就升咗41%嘅。咁而成交金額咧就67.66億，咁相對翻嗰個升幅咧就44%嘅。咁睇翻呢幾個數字裏邊咧，其實都幾犀利嘅。咁特別係過去今年裏邊咧，整個物業市場裏邊咧個成交咧都係比較蓬勃啲嘅。咁講翻呢個 Hollywood Hills 啦。咁佢個落座地方，即係佢個地點咧，就喺呢個荷里活道啦。咁啊，好近中環地鐵站。第一、第二，就算你唔係近呢個上環地鐵站，就算你唔搭地鐵，你行去中環嘅個地方都好近嘅。咁我相信呢個物業裏邊咧，係好吸引一啲稍微即係高端啲嘅白領嘅人士嘅。咁嚟緊時間裏邊咧，咁我相信呢個盤裏邊咧，應該咧就可以賣個5套嘅。嚇，唔該曬張生。聽完張生的分析之後，相信大家都對 Hollywood Hill 都非常期待。我們現在有請興盛創建控股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周家峰先生同大家公布首張價單以及最新的銷售部署，有請周生。各位傳媒朋友好，歡迎大家來臨由興盛創建896精心打造的上環SOHO 精品式華宅Hollywood Hill 的記者發布會，多謝李嘉國。樓高25層的Hollywood Hill 是一梯兩戶48戶的，全部都是400呎實用大一房的套房的設計。其中有4戶是特色戶，兩個就是連天海314呎的特色户，同埋咧就係兩個咧連平台嘅特色户，一個嘅平台係355呎，一個咧係135呎嘅。坐落喺咧荷里活道嘅 Hollywood Hill 咧，呢15年咧都冇新嘅樓盤喺荷里活道噶啦。咁再加上咧 Hollywood Hill 咧，其實個地契咧係999年，咁咧非常之罕有。而且咧 ，Hollywood Hill 咧現樓係發售，所以咧喺中上環咧係比較少有嘅。Hollywood Hill 咧係表達出呢一個 New Luxury Living in Soho 10分鐘嘅生活圈咧就可以到達咧呢個嘅中環金融嘅中心，咁係一個新一代嘅Soho 生活嘅品味。
咁 Hollywood Hill 咧有室內、室外都係咧美國荷里活式嗰個嘅精品式嘅設計啦，都好有品味。咁 Hollywood Hill 咧嘅買家咧同埋咧住客咧，可以咧就嚟到一個步行兩分鐘嘅我哋另一個品牌上環 The Mercer， 就係呢度啦。有個 corporate membership 嘅，可以享用咧呢度嘅 Mercer Gym、Mercer Cowork 同埋 Mercer 嘅 Sun Deck 嘅。咁遲啲咧，我哋可以開放俾大家嚟到參觀。今日咧就我哋咧會開出咧十個嘅單位嘅價單嘅價錢，二樓、五至到七樓同埋十一樓。共十個，啱啱咧就喺 Hollywood Hill 嘅網站咧上載咗噶啦。折實嘅價錢咧係由呢個28,888蚊到咧34,000蚊，即係由大概咧1,150萬咧到1,360萬。尺價咧同埋價錢咧最平咧就係2B，尺價咧同埋價錢咧最貴咧就係11A。平均嗰個嘅尺價咧，折實咧係31,600蚊，即係咧係1,260萬，係 Hollywood Hill 嘅歡笑價。因為咧係現樓啦，同埋即買即住咧，同埋即收租嘅。咁我哋咧成交期咧大概係4個月，咁咧就我哋會好快咧有個銷售嘅安排㗎啦。咁其實現樓嘅示範單位咧已經開咗啱啱一個多星期，有400多個嘅客人咧嚟到我哋嘅 Hollywood Hill， 多謝各位。唔該曬周生，跟住落嚟我哋有請地嘉閣按揭代理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黃慧欣小姐為大家講解地嘉閣客户專享嘅 Hollywood Hill 按揭優惠，有請黃小姐。咁大家好啊，咁多謝周生嘅邀請先啦。咁樣咧就呢一個咧 Hollywood Hill 啦，係一個優質嘅新盤啦，咁係一個咧核心嘅商業地段啦，都相信咧好多嘅單身貴族啊，或者喺附近翻工嘅人咧，都應該咧就好有興趣噶啦。咁我哋利嘉閣按揭咧，就為咗呢個咧優質新盤啦，咁我哋咧優質嘅項目啦，咁我哋咧就提供一啲咧按揭嘅優惠嘅。咁第一樣咧就係自選嘅 H 按啦，咁息口咧係低到去 H 加1.3厘嘅，咁仲有咧現金回贈咧係1.4% 嘅。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大額嘅高成數按揭啦，咁咧大額高成數按揭咧就係咧可以做到70%嘅按揭噶，咁個息口亦都係好低嘅，係 P 減2.75厘嘅，佢嘅 P 係5.25厘啦，咁即係實際按揭息率咧係2.5%嘅啫，咁都係同時啦會擁有翻咧一個現金回贈不少於0.5% 嘅。咁喺呢度啦，我都講一講一啲息口嘅走勢啦。咁其實咧就基本上我哋睇到㗎啦，今年嘅拆息咧都係長期處於一個好低嘅水平嘅。咁一個月嘅同業拆息其實長期係低向0.1厘以下嘅。咁所以而家實際嘅按揭息率咧係講緊低過1.4厘嘅。咁未來嚟講咧，其實都預計到2022年咧應該都冇乜上升嘅空間，應該個低息咧都係持續咁低水平嘅。咁點解咁講咧？因為啊銀行體系結餘啊，而家有成4,500億嘅，咁4,500億係講緊歷史嘅一個高位嚟嘅，咁就反映出咧市場嘅資金咧係非常之充裕。咁亦都有人擔心話啊，美國會唔會加息啊咁樣？咁但係其實美國加息都未必咁快嘅事啦。咁就算係加息嘅話，其實香港都會睇翻自己資金嘅流動性㗎。好似過往嚟講，美國加息，香港都係會唔跟嘅。咁所以咧，而家其實現實環境就係咧，市場資金非常之充裕，亦都按揭息率長期都係咁低。咁再加上銀行咧喺按揭嘅取態咧係非常之積極嘅。咁所以咧，未來嘅樓市咧，其實都係好多嘅利好因素喺度㗎。唔該曬華小姐，跟住落嚟係大合照嘅環節，有請六位嘉賓一起喺風波面前影一張大合照。我哋咁樣叫，多多謝你啊！拱形啦，少少拱形好細啲，圓圓地啊，有少拱形係啊，拱形啊，手機影先啦，我哋做快啲啦，手機快啲再嚟影啦，已經等緊你啦，好影啦，手機，好。到大啲啊！未影曬，未影曬，未影曬，唔緊要，再啦。
好啊，望下右手邊啦。上位嘢。啊，呢邊。好啊，坐望呢位中間啦。喺呢度唔該曬 ，thank you。